你看都在叫我们叫魏群。魏群，魏群，拉你进去。我来给你加油。OK。加油，大师兄。加油，大师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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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大师兄，大师兄加油，大师兄加油。天哪，我大哥就是全无敌。那我想问一下涛涛，你觉得谁是你心中的第一名？魏巡吗？魏巡吗？魏巡吗？风筝有风，海豚有海，我是有宠爱的2017快乐男生魏巡。风筝有风，海豚有海。非常想感谢的两位召唤师，一位是李健老师，他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恩师。魏巡，你是我比较看重的一个选手，他自己的努力让我有一种为他着想未来的一个冲动。你会选魏巡吗？魏巡不错。我想救的是魏巡。看到那个眼神，有一种强烈的渴望，是一种来自男人的那种勇敢般的表现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欣赏的，我愿意看到更有未来的魏巡的表现。另外一位是罗志祥老师，他是我的一个贵人。魏巡，我还蛮喜欢他这个人哦。他会跳舞？会跳舞吗？你会跳舞吗？他跟我走吧，他跟我走吧。最后一位，魏巡。那一天我不把你拉过来，你今天已经回家了。魏巡，为了这个梦想，很肯学的人，很敢拼。我希望他来我战队。其实我也想送给一直支持我的宠爱们。如果没有他们，也不会有我现在这样。现在排在榜首的是魏巡，现在排名第一的又是魏巡，这一周再次连霸双榜。魏巡呢有一群这个兄弟粉丝团，家里出现这么严重的事情之后，他们作为我的兄弟来说，没有说离我而去，更加的像亲人一样。魏巡他有一种真诚，他站在这舞台上觉得有一种特别诚恳的态度，怪不得这么多人为你打call。